喂，早晨啊，我系 H 福，呢条片纯粹想提下大家 ，POE 个 wiki 搬咗啦。喺呢条片里面呢，我会主要讲三样嘢，当然啦，佢个新网址系咩啦，点解无啦啦要搬啦，同埋有一个 browser 嘅 plugin 俾大家用嘅。好，新网址就系 poewiki.net， 非常简单。第二啦，点解无啦啦要搬呢？咁我哋过返去个旧 wiki 嗰度望下先，依家你见到一堆广告，左边多咗条巴，无厘头多咗条巴，跟住然后亦都唔知佢以后仲会加啲咩广告啊，耐唔耐可能有啲嘢弹出嚟咁嘅。个 community 嘅反应就係非常之负面，所以决定咗自己整过一个。咁我就俾大家睇下新嗰一个系点啦。你见到同以前系基本上一模一样嘅，但系呢一个已经系新嘅网址嚟㗎啦。咁样亦都将之前所有旧嘅文章搬晒过嚟㗎啦，喺几个礼拜之前。第三，浏览器嘅插件同埋示范。咁整 wiki 嗰个人好有心啦，佢整咗个 plugin 出嚟俾 Firefox、Chrome 甚至乎 Edge 都可以用嘅。个作用系咩呢？就系有好多旧嘅文章啊或者成呢都仲系用緊旧嗰个 wiki。呢一个 plugin 你一装咗之后呢，每一次有一条旧嘅 link 嘅时候，佢就会直接弹去新嗰个 wiki 嗰度，咁你就完全可以避免咗旧嗰个 wiki 唔使再睇佢嗰堆广告啦。咁我可以喺度示范一次啦。我呢个系 Chrome 嚟嘅，所以咁我 download 咗佢先啦。好啦，你见到已经装咗啦。咁我哋就可以入去 poedb 啦。示范一次俾你睇嘅，你见到 poedb 佢嗰啲文章呢通常都有一个 reference 喺度，就係咁 fandom community wiki 嘅。呢条 link 呢理论上呢就会带我去旧嗰个 wiki 嘅。但我依家揿呢，你会见到係新嗰个 wiki 嚟嘅，冇左边嗰条巴啦，呢个 wiki 字都仲系蓝色。咁样呢一个呢就係佢个插件嘅示范。如果你想知其他同 poe 有关嘅插件嘅话呢，你可以喺 comment 度留得。言话我知啦，我会再拍片话俾你哋听，解释下点样用啦。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唔同 POE 嘅消息嘅话，你亦都可以考虑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有咩新消息呢，我亦都会拍片去 update 嘅。好啦，係咁先啦，拜拜。